嗨，大家好，我是古海大丈夫陈建成。我们现在在这里是基隆河跟关渡，跟关渡，基隆河跟淡水河交界这附近的，在关渡这附近的基隆河上面，来跟各位做这个假日的这个收盘啊，收盘。礼拜五美股的收盘分析，还有这个礼拜。下礼拜的台股操作策略 ，OK， 好，那礼拜五你可以看到哈、半导体是大涨，对不对？我就是跟你讲哈、其实这一波哈、我已经跟各位讲很久，我说其实你要看一下这个时候的这个行情，因为我已经跟你讲，去年的最低点在十月，那今年以来，我说所有的升息的利空都已经。开始慢慢逐渐淡化掉，所以你要怎么样？你要懂得在利用拉回的时候，你看上礼拜的这个整个上礼拜就是说我去滑雪那礼拜的这个半导体股整个是这个往下跌的。OK， 那三头斜照却相迎嘛。你再看到昨天的费半，你看费半，你光是买指数都可以一天大涨5%。我已经跟你讲，我们在前几天的分析，我说我们台股相对比费半还要强，对不对？我们台股相对比费半还要强。费半现在怎么样？一个大涨很快就跟上了，有没有？那下礼拜的台积电法说，其实大家已经预备好了。我们下礼拜，在下礼拜其实只剩几个交易日，7号就要封关了。我已经跟各位讲，你不要想说，大家到了过年前不敢报股过，这一次不一样啊、因为。去年的一月是在高点，现在是在低点，因为过完年之后，紧接着都是要开始公布除息，有没有董监会，然后这个要公布这个股息，所以去年虽然下半年不好，但是去年上半年很多公司都还是大赚的，所以其实很多股票呢，基本上表现都还会不错，所以特别是现在很多股票。本身都还有怎么样？还有券单啊，就是说空单还很多的。而且你从这一波来看，大盘的指数跟电子股的指数，你看包括航运都是的、这个空单很多啦。好，那我已经早就跟你讲过了，半导体的库存的修正这个已经快要结束了，就跟升息一样。今年1、2、3、4，我在实战分享会有跟各位讲，升息再下来也没有。几码可以升了，所以美元只会越来越走空，然后高成长股未来在这半年来慢慢修完修正完之后，股价也会越来越高。为什么？因为是库存完了之后，营收慢慢上来了嘛，那股价就会跟着营收走。当然中间一定会有上下震荡的时候，但是这几个月从去年的十月到下一波景气要来的时候，正好是可以怎样，可以让你好好持续买进低阶的时候，当然这中间会有高低点，但是我就跟你讲，如果你用2008年，对不对？60块、100块、100块一年的台积电来看的话，如果你在过去那一年，甚至200块、2年、3年，你在那边持续的布局，或是金融海啸发生后的那5年，你持续布局台积电，你等一个大行情来的时候，你整个布局那几年放的钱都是怎么样，大赚好几倍。也许你第一年你放了100万，第二年你再存多少？再存100万，第三年你再存100万，总共前前后存了300万，你的平均成本就算让你在200块，就算让你在200块，飙到600的时候，对不对？300万变成3倍，那是多少？3×2=6，对不对？300万变成900万 ，OK， 赚600万嘛，变成900万。但是呢，如果你在那一年，就算那一年跟你遇到行情大好，你只存了个100万，结果怎么样？就涨到600了，那你很可惜你只存到100万，所以你顶多就赚到300万了，赚到200万变300万。所以我常跟你讲，有低看买持续买的原因就在于说，景气其实最坏的年代，最好的年代，你就是要在这个整个腥风血雨的时候，你才有低点让你买，懂吗？那现在这几个月就是这样啊，
所有的利空都还没过去，可是已经近尾声。但是在大家不敢买的时候，你看上礼拜、上上礼拜、去年年底在跌的时候，是不是很多人又在恐吓你了？那你自己会被恐吓到、啊？我想，如果你做我的粉够久，你就知道我们富贵稳中求，我们就是这样稳稳的带你的股票怎么样，好好抱好抱牢，对不对？哦，所以我跟你讲哈、哦，我在这个月我跟各位推存股班，我还给各位的概念就是，去想想在五年前的信华，去想想在五年前的世新 KY， 去想想在五年前的创意，那些年他们都还在一两百、两三百，世新 KY 在一两百跟七十，就算上下高低差有一百，差别到五六十%的差距这么高的时候，如果你在前三年，你在前五年的那时候的附近两三年，你每年、你每个月你持续的买进，我相信你四星 KY 成本再高，平均你也是在150到200而已，哦，因为在川普打华为那时候，它曾经跌到六七十 ，OK。好，创意也是啊，你的平均成本大概就是在200。那信华呢？你的平均成本，哦，在五年前你可能可以买400、买500、买那个200、300都有。信华你的平均成本可能在多少？在400块。好，给你等到一个大行情来，再过个三年遇到一个大行情，信华飙到3000，你赚10倍、5倍都有，对不对？世新 KY 一样赚5倍。创意如果移到这两个月的高点到800，也是赚4倍，哦，所以我意思是说，你要利用不好的年代开始，天天存，或者每个月存，哦，你可以跟我这样子用这样的节奏。那我有鉴于多数的人不了解，你存的跑去存金融股，你不会大赚钱，你不会赚4倍5倍，哦，所以我一直跟你讲，你存你就是要跟我存怎么样？高度的趋势成长股，哦，所以这样的股票只有在台湾的半导体里面，大部分在半导体才看得到，哦，我要讲大部分啊，没有办法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所以大部分在半导体里面你才看得到 ，OK， 好，所以在这样的节奏当中呢，我就是要跟各位，如果你要跟我这样子来好好存个一年，因为我认为今年你好好给它存起来，到明后年。产业景气又来了，大陆的疫情结束了，俄乌战争也结束了，所有的景气都来了之后，我相信你一定会怎么样？你一定会有一个好多倍数的这个报酬哈，哦。那我想看我们节目一段时间，你都知道，我整个这样子，不管在什么样的时节，我都帮你把节奏抓好。那现在的这个，现在的费半也告诉我们，今天这个5%是底气非常重的一个大涨，而且它即将。就是要从这个底部翻上来，那我想我们台股夜盘已经涨了200多点，下礼拜直接开高了。好，那这段时间你有入会，我们有带你低阶进场的哈，股票跟我好好抱好抱牢，跟着扣讯操作，不要自己乱做。那对我的存股非常有兴趣的，好，你立刻拨通电话02-5429977，或者加 LINE， 直接我们的助理礼拜天有上班，会即刻办好，礼拜一我们就带你开始进场布局。那另外呢，我们的潜龙班。我们的清代班、我们的清代体验班、圈内把单、大老鹰班都有，哦，所以你是新会员的，你想要跟着我们搭上这一波的这个高成长股，逢低三头斜照却相迎的列车，就在这个时候，赶快来跟我们报名参加，谢谢各位，让我股海大丈夫陈建成带你富贵稳中求。